机车和自小客车本来行驶在不同线道，机车突然向左急切，小客车闪避不及，擦撞机车，并直直爆冲，撞向前方铁栅栏，车头歪了一下，又往前冲，车尾冒出阵阵尘土，相当惊悚。事发在高雄左营，15号晚间7点左右，小客车黄姓驾驶行经莲潭路，先是擦撞鬼切左转的机车，再误踩油门撞击天府宫前铁栅栏，栅栏再撞上后方的烤肉摊贩，汽车车头严重损毁，摊车桌椅也被撞毁。46岁的陈姓老板送医后伤重不治，两名摊商。黄男及陈男受伤送医，陈男因送医后伤重不治，机车驾驶曾男则为手脚擦挫伤，没有生命危险。警方表示，汽机车酒测值都是零，案发当时车速不快，并非飙车肇事，事故原因有待后续厘清。全案依过失致死，将黄姓驾驶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这罐顶级海皇 SO 酱。鲍鱼耶，哎，不止鲍鱼哦，它还有干贝、石斑鱼，独家的配方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这些东西哦，它配饭、配面，甚至于入菜都很合适。欢迎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快点购网站来看，里面呢还有优惠的活动。